哎，组长，这样下去，如果惹到部长……沈主任，要不你来解决？而且我才是营销组长。嗯，韩组长也在啊。今天的会议不是已经结束了吗？啊，是这样的，我们打算再给您看看最后完成的广告方案，所以想耽误您一点宝贵的时间。啊，好的，那就看看吧。虽然我不是很清楚，可是看起来不怎么样啊。这是什么呀？对了，上次我就觉得这个不错。啊，这些方案啊，很可惜，这家公司提供的方案在最后被淘汰了。组长，为什么还要拿出这些被淘汰的方案啊？我觉得这些更好呢。是，您的选择不会错的。那么，李氏，我们就按照这个方案投入拍摄了。好啊，就这么定了。这些很好看，我现在要出发去机场，可以先走了吧。还好还好啊，我们的少爷品味还算不错。哎，小黄，一会儿你记得给我笑得可爱一点，别张大嘴，听懂没？哎呦，江市长你好呀，小黄球又见面了。我要拿铁和摩卡西诺，谢谢啦。好的，冰拿铁三杯，摩卡奇诺三杯，对吗？嘿，臭小子，什么时候开始喝咖啡了？三杯冰拿铁，三杯摩卡奇诺，准备好了。江市长，江市长手下的员工一定很幸福啊，每天中午都有市长亲自给他们买咖啡回去。哎呦，市长，他们都是你工作室的员工吧？你们好啊。是啊，你好。市长，谢谢您请我们喝咖啡，谢谢啦。你们有什么事吗？好的。